规，打新疆队的比赛得到23分，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爆发的赛季。再说呢，哎，这边是应该是换上了韦伯斯特。开场之后啊，威尔斯的状态不算太好，换上了韦伯斯特，看看他的表现。刘铮，腾飞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虽然说高度不够，但是在这个腰位以下的位置，没关系，冒着了，但是篮板球没有抢下来。外线三分球顶着防守，这球还有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王红的特点，牛皮糖式的防守，让对手传球也好，投篮也好，都很难受。第二罚，好球，得重新的去寻找。伊万，韦凡防得不错，上线，韦伯斯特直接起，三分球还有。但是詹金斯啊，有些球就投得比较勉强。那这时候，韦伯斯特也下场休息。一定是不愉快的。场外呢也遇到过一些烦心。说到底，是场上得分最多的一名球员。和韦伯斯特一样，好球，是犯规。李昭鑫吃遍天哈，就功率也只有35%。第二罚也有，干扰的情况之下没有，慌。这球，哎呦，想玩一个花的，没有把球传过去。当然传过去那可能说就是十佳球。篮板球这一下是后场的墙，所以说你基本上赢完之后拿不到球，抢不到球。好球，冠希，哎呦，这一下是跟詹金斯撞到了一块儿。自家队赛季肯迪亚最惨的一场比赛的失利，全场比赛下来球队是103-138输给对手35分之多。